修炼得如何？什么修炼？上回我拿玄天秘籍给你，让你好好修炼飞升。哦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。你完全没当回事。你干嘛那么凶嘛？到底有没有人教过你怎么笑啊？像我这样，嘴角呢像元宝一样翘起来，这样笑起来最好看。你还是要好好修炼，别整天玩这些首饰。这些首饰能帮我遮住流星痕吗？我不想要你因为看到他丑丑的样子就讨厌我。你嫌他丑是因为怕我在意？你是不是又怎么样？又没有长你额头上，你当然不在意。而且你又不在意我在不在意你在意。你明明知道怎么去掉流星痕，我不过是想拿你的浮生琵琶弦去掉我脸上，不，是我元神上的流星痕。你以后不会再被他吓跑了。或许去掉流星痕后，你会安分研读玄天秘籍，早日飞升。是真的看书了啊，但是我就是看不懂，你这书上画的东一条西一条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说我呢，这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还躺着呢。行行行，起床了。阁主。